年度热度歌手，她将女性细腻思绪和魅力声线完美融合，前卫摇滚，用音乐表达色彩温度，用旋律表达个性立场。新歌 MV 收获微博网友年度 TOP 推荐，微博音乐盛典年度热度歌手周笔畅。恭喜杨丞琳、周笔畅 Twins， 请各位来到舞台上，有请。同时有请我们的荣誉见证嘉宾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市场公关与艺人经纪副总裁陈默，为他们送上荣誉，有请。来，我们往舞台中间走一下。恭喜恭喜三位，哎，你四位一起合影，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前面。好，再一次谢谢陈默总，谢谢陈默总，谢谢。三位请到舞台中央来。哇哦，三位好美啊，三位大美妞。不行，我一看见美人吧，我就想起一件事，我要给你们拍照。能给我一个拍照手机吗？快来！哎，说真的，三位应该会聚在一起吧？经常会聚会吧？会，因为我是社牛嘛，所以我会跟 BB 聚，我也会跟阿娇聚。对。所以 BB 跟阿娇认识吗？熟吗？认识。那个节目有一起对。微信。确定了，哎，当然微博也互相关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认识，那肯定是认识。互相聚会的时候肯定要拍照吧？你们是喜欢自拍呢，还是他拍？都可以。哎，怎么给了我一个没有电的？哦，有。那我帮你们拍，你们信得过我的水平吗？来，你看我很认真的。哎，三。摆出聚会要有的样子，来，我们再来个横屏的，带上后面那个微博的字样一起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哎呦 ，nice！ 来，先让三位检查一下，你看微博的字样啊，我还可以哈，你还行，还行，有几张，当然一定会有错过的，但是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周笔畅，你躲太后面了吧？哎，你看女生之间拍照会是这样子的哦，很可爱哦，对不对？那三位你们都审过照片了，我就有一个要求，三位可以把这照片发微博吗？一会儿，这张可爱哈，这张好可爱，我觉得这张可好了。那发微博的话，肯定得有文案。你们想想，你们会发什么样的文案？比比的眼睛，怎么你们都不发文案吗？想想，如果发微博的话，我的文案都是陈琳逼我的。这样，我们拿个麦克风上来好不好？我一定要让他们，现在没有人逼他们，来，没有人逼他们，来。文案，你觉得发个什么文案呢？今天你们一起参加盛典，然后还拿奖了，在舞台上我们一起合影了，然后会发什么样的文案？这个要让微博帮我们想吧。我们谁说你们微博得自己发啊？想想，来，谁先想到了谁先来。我先打个样好不好？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呢，三位其实今天有个很强大的共同点。陈琳今天唱了一首歌《失意的鲸鱼》，对不对？比比发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Lonely You》，龙利鱼，对不对？阿娇今天上了热搜，蓝色人鱼，美人鱼是吗？三条美人鱼在台上，真的，哎，这算是我硬熬的一个共同点。你们想一想，可以发散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来文案？还是要回到这个，我们应该不用 right now 决定吧？没有，我知道了。来，鱼，
听众朋友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是对我刚才的那个说法表示，对吧？鱼电影很好啊，鱼对不对？很好啊，谢谢谢谢。就让我们回家自由发挥吧，好不好？哦，现在回家自由发挥。现在实在没有办法。啊，阿娇呢？阿娇呢？阿娇说什么？鱼女鱼鱼鱼，完了，我是。不是，完了，我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头，结果，但是我觉得很可爱。那他是鱼鱼，你他是鱼，那你就鱼鱼，刚好一二三是吗？我们回去想一想，我们回去想一想吧。但是一定会发，对不对？那待会儿我们就守着微博看三位的文案了。好，你先把照片发给我。那当然，手机在这儿，一定会发给你们，好吧？恭喜三位，谢谢三位，谢谢谢谢谢谢微博音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先休息一下，来祝贺各位，各位请多坐休息。